华纳干产云，哈哈哈哈哈哈。この番組は虎のスポンサーの手お送りします。欢迎来到最受欢迎的华纳监察院，我们最喜欢的院友来听我们节目的了。我是院长冯总，副院长蓝匡，院友阿轩，院友大王。最受欢迎是什么？是这一层楼里面最受欢迎的节目那些？我不理这个单位里面或者这个单位里面或者我们 channel 里面可能都很多听众会期待那个节目。喜欢DC喜欢华纳的人就会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了。是的，喜欢DC看喜欢DC的什么先啦。我们都经常赞DC的，我们赞闪电侠好看的，是你们经常赞DC的，我们有赞沙赞好看的，是这样的。咁但係你有啲嘢你唔赞嗰下就唔得㗎嘛。咦，而家我就赞咗先。好啊，赞赞咗先。係啦，咁就讲下啲利好消息先啦。仲赞赞㗎嘛。讲电影。啊，嗰个话说呢，华纳呢难得地呢有电影係赞钱喎，仲要係赞大钱喎。咁边套呢？哇，原来就係极寒巨沙。哇！哦，即系鲨鱼咩嗰套第二集啊嘛，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佢第一集咧都系非常之好嘅票房嘅。咁佢嘅 budget 啦，就大概系1.8亿啦。咁后屘收翻咧成5.几亿嘅票房。咁、作为一套烂片啊，唔系，即系作为一套 cult 片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成绩。我相信咧，华纳都冇谂到佢有咁惊人嘅即系 reward 咁样嘅。咁但系咧。即我自己睇翻佢嘅 trailer 啦，明明就係殺呢度嘅質素嚟嘅。咁當然啦，佢啲 CG 靚好多啦，但係你又會見到啲暴龍啊，你又會見到啲即係鯊魚喺度行嚟行去啊，即係遊嚟遊去啊咁樣。咁樣鯊魚會遊嘅？唔係飛啊嘛，有一個種類有水生的，有水生鯊魚啊，係係有陸地鯊魚添嘅。你好彩，我哋而家唔使去考啲咩拜柯嗰啲嘢，唔係真係賴嘢我哋。因為咧，我自己係冇睇過第一集，但係咧，咁一排戲院好多 poster 噶嘛。香港好中意作嗰啲對白或者嗰啲 slogan 啊嘛，佢叫辛拿舊恨，我一睇咧就覺得好 match 嗰個溝片嘅風格。再睇到佢 trailer 咧，因為又話吳京啦，喺入邊嗰個 trailer 嘅樣咧都係十分之有趣嘅。咁啊，犀利啦！今次有吳京啦，而吳京咧最正係咩地方啊？佢唔喺裏邊做戰狼喎，佢冇搶到我哋主角嘅光環，佢係成為一個類似科學家嘅人物，喺裏邊係用智慧去懟冧嗰啲海洋生物嘅。哇！就好似我做數學家咁喎，冇錯。都同大數學家爭唔撚過，我做數學家嗰個感覺咁樣，唔驚佢仲有智慧角色，仲有佢哋會有一套專用嘅深海甲啊，或者其他嘢啊，就睇下點俾人拆罐頭啊，定係點咁樣。啊，唔驚有個外骨架嘅。喺海底用嘅外骨架咁樣嘅，哦，即係 Aqua 個龍咁咬落去，唔使即刻死嘅，係啊，好撚勁啊！總之就嚇，咁呢套嘢就最近第二集就上咗啦，咁似乎就都會係票房上面攞到啲好處啦，或者真係都賺大錢啦。今次佢個 budget 就再少一啲嘅，嚇，應該係1.2亿左右咁樣。你鯊魚上次 CG 執咗喺度啦，攞翻啲鯊魚用得咯，條條都係咁樣嘅樣噶啦，用翻啲 skin 啊，慳翻啲錢。係咯，條條鯊魚都係咁嘅款嘅啦，咩唔同啫？唔係可能吳京平啊，你呢啲唔識飛啊，可能。唔同啲嘢，咪可能吳京平過李冰冰啦嚇。但今集冇李冰冰咩？冇李冰冰，寫死咗佢，咁就變咗吳京係李冰冰嘅細佬。喂，都幾慘喎！上集嘅佢李冰冰，但係今集要焗你睇吳京，其實有啲唔開心嘅喎。你想睇李冰冰嘅吳京一揀啊？可唔可以唔睇呢套？我睇翻曬呢套算啦。好啦，咁你睇李冰冰不如睇 Nova 啊嘛？唔係，即係我估唔到佢咁賺錢，同埋其實我睇個報道之前咧，我係唔知係華納去拍嘅。我真係冇諗，因為通常呢啲類型嘅片咧，我都當係 B 級片啦。即係華納即係有一個身份地位啊嘛。或者咁多怪獸可能係傳奇噶嘛，諗住。嗱嗱嗱，又冇咁講傳奇嗰啲真係好勁㗎，人哋嗰啲。鯊魚勁咩？条鲨鱼就即系对哥斯拉嚟讲唔够哥斯拉打啊嘛！对哥斯拉嚟讲，你知一串串烧嚟嘅啫。唔系我谂住系嗰啲咩三头鲨之类嗰啲分支嚟嘅，我估唔到原来系华纳崩盘嘅，佢真系 A 级片咁拍噶嘛。不过见过阵容主演嗰啲都劲嘅，系劲嘅，劲嘅系。所以我就系话睇完之后，吓、啊、原来系华纳噶，仲有亿八嘅 budget 噶，哇咁啊真系拍嗰个系黐捻咗线噶。你批個 project 嘅時候，你點會批呢個 budget 啊？但又唔好理佢，佢又真係賺大錢。可能批嗰個都係我要相信鯊魚片，因為我係鯊魚片嘅愛好者。鬼才！
佢又系阿 Fin 啲支持者。系啊，鲨鱼中意睇鲨鱼片嘅唔会系坏人，大家会睇鲨鱼片嘅。我爱鲨鱼片，我相信鲨鱼片嘅威力，结果成功咗。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演员同佢个目标市场，咁啊目标市场，咁你依类型嘅怪兽片可能都有相当嘅票房咁。即系可能系中意睇 Sharknado 啲档，睇 Sharknado 咁入去睇。嗯，其实都有个 feel， 揾翻第一集嚟睇先，我之后系咯。咁啊，讲开票房就继续讲票房啦。咁之前咧讨论区咧都好多人贴就系话，哇，闪电侠个票房好差、哦，芭比屌打去咁、哦、样，好似好惊奇咁啦。咁啊，再一次同我哋嘅听众讲咧，其实华纳蚀钱咧先至系佢嘅目标嚟嘅，而根據佢嘅往績啦，嗱遠嘅我唔講啦，講翻啲近呢三年啦，其實咧賺錢嘅電影咧係寥寥可數噶，咁啊譬如咧2020年咧佢有六套電影係上映啦，係冇一套賺錢噶。好啦，去到2021年啦，哇，有十九几廿套噶，嗱，其实华纳十九几廿系啦，咁我哋华纳监察院咧有一集咧系同阿南哥啦，同埋大王咧玩呢个竞猜游戏噶，咁啊竞猜咧2021年当年到底有边套电影咧系赚钱啦？咁当时我哋嘅答案就系咧系有两套左右噶，三套啦，俾进去三套啦，咁啊一套就系《鬼屋惊凶杀戮》啦，因为个budget实在太低啦，所以赚大钱啦。另外就 Doom 啦 ，Doom 就真系赚钱啦，不过又唔系亲生仔、哦，又唔系亲生仔、哦。系喎，系咁另外一套赚大钱嘅咧，就系、是《哥斯拉大战金刚》啦，哇，非常之好啦，啊，又唔系亲生仔、啊，咁、啊、所以咧，佢哋搞嚟搞去咧，其实都系得到《鬼哭惊心十六》咧系赚钱咁解嘅啫。好啦，咁啊，去到呢个2022年啦，即系上年啦，哇，好似好劲咁样啦，咁都有好多嘅大片嘅，有《蝙蝠侠》啦，有《怪兽》第三集啦，有《Black Adam》啦，咁到底有边套系赚钱嘅咧？梗系《Black Adam》啦。如果 Bad Adam 賺錢啊，The Rom 唔使翻去話 We Are Family 啦，真係契弟到爆，佢好似就搞唔掂啊，黐翻華雲迪數個喂大佬頭老大，咁舊年咧，頭老大。去年华纳咧就有七套电影啦，咁当中咧就只有 Robert 仔嘅 The Batman 咧系赚钱嘅啫。OK， 开咪前咧，我哋倾偈咧，喂，佢最想赚钱居然就系 Batman， 我吓。你唔好同佢搭理 Rises 唔系 ，Robert Pattinson 嗰套，哇吓得我去搵对上赚钱系搭理 Rises 好大镬啊！咁啊咁讲，如果你话对上嗰套赚超级大钱嘅话咧，其实就系阿 Phoenix 叔嗰个 Jokers 5000万赚10亿嗰、那个 ，OK？ 刀仔锯森林咯，刀仔锯森林噶啦。咁旧年就真系蚀得好金啊，因为怪兽三蚀到破产啦。咁黑亚当当然都系蚀钱啦，咁样 OK？ 好啦，嚟到今年啦，今年到底华纳有几多套电影咧？嗱。计埋嚟紧十二月会上嘅电影咧，大概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二套电影啦。咁而家咧，截到目前为止咧，赚钱嘅就系有芭比。咁啊，芭比就真系赚到笑出嚟，我真系跌眼镜，真系跌眼镜。佢嗰个 budget 咧，大概就系1.45亿啦，我当你亿半啦。佢截到今日为止，佢嘅票房咧系8亿2300万。美金啊，美金啊，咁所以系一套都系刀仔都锯森林嘅电影嚟嘅。又美泰可以话喂，我出芭比公仔啊，唔使再出 The Rock 嗰十九公仔啊，大家 OK 啊？即系上一次喺live 啦，我哋都讲过芭比嘅一啲影评，大家可以听翻啦。咁我系好 surprise， 因为你嗰阵时睇 trailer 系觉得。点样可以拍一个玩具嘅故事？惊好 cringe 嘛套嘢系啦。咁而家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嗯，咩人咧系睇到啲乜嘢嘅？你可以话佢好 cringe。但系唔系负面意思嚟嘅，系客观少少嘅陈述嚟嘅呢个。佢其实包嘅观众层系好多嘅，即系细路女，以前有玩开芭比嗰班。或者是而家新生代对于女性玩具有兴趣，或者其实入场咧，我自己观察咧，好多男性去睇嘅，家庭亦都包到啦，所以是合家欢，好多嘢都可以去睇嘅一个电影啦。赚得咁多，我真系好 surprise。即系最初大家觉得未必会咁噶嘛。系啊，而家系压到其他而家院线播紧嘅主流电影。系系。喂，你谂下，连阿汤告老师嘅 MI 都俾人压低落嚟。系系。即系当然啦 ，MI 嗰个上映时间其实有啲怪啊。系，好似有啲上咗，哎咁咪落，咁咪嗰个感觉。但系你谂下，连嗰一类型嘅大片都俾芭比同奥本海默一齐压落去咧，我觉得系几 surprise。系系系，佢同期系有对手嘅，即系靓佬汤啦、奥本海默啦。咁其实佢都系喺呢一个叫做逆线之间可以打到咁嘅票房出嚟咧，真系好令人跌眼镜。咁啊，华纳同美泰真系可以开香槟噶啦。
咁啊，今次系马格罗比做监制，佢终于都威翻次啊！因为上次咧小丑女咧，佢自己咪即系整嗰套啊，你有睇啊 ？Bill Pace 啊，烂到扑街嗰套嘢啊 ！Bill Pace 咁佢今次终于都威翻次咯，即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好嘅演员嚟嘅，即系又靓同埋又演技好嘅。咁但系就我谂拣导演方面就要拣翻好啲咯吓。今次嘅导演真系发挥得好好。即係無論喺場景啊、演員啊、對白啊，或者甚至 Ryan Gosling， 我覺得 Ryan Gosling 係另一個 MVP 嚟嘅。個個最初覺得佢出嚟又係又好 cringe 噶嘛，諗住佢個造型搞乜㗎？我見而家出嚟，大家話喂，原來佢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嘅。係應該係個故仔或者個劇本係幫到手咯，幫到手。係啊，我見到網上有個 get 咧，就係話因為同期有奧本海默同埋芭比啊嘛。如果你要入場睇奧本海默，首先你要識地緣政治啦，你要知道 Manhattan Project 啦。你要懂得量子物理啦，但系你要去睇芭比，你就需要一个女伴，所以睇奥本海默系容易得多嘅，因为揾呢个女伴实在太咁又咁讲，你可以单拖睇嘅，得实得噶，实得人都可以单拖睇戏噶，咁啊，关于芭比咧，仲有啲即系周边新闻讲下啦。咁啊，话说咧呢个巴本海默嘅 get 咧，即系或者个 mean 咧，其实就喺网络上好红啦，因为佢哋。即係無獨有偶啊，竟然係同一日去上映嘅。嗯，但係咧，其實佢哋係唔同公司嘅。咁因為咧，之前華納嘅救星啦，或者個復星呢一個 Christopher Nolan 咧，就俾華納激走咗，就是、因為嗰個戇鳩嘅同步上映事件啦。其實連 Nolan 都激得嬲，佢都真係一大 achievement 嚟嘅。係啦，咁啊，路蘭咧今次就即係轉咗會嚇，咁啊拍咗呢套《奧本海默》。咁點知咧，芭比咧？即係華納方啦、啊、就用一個官方嘅 account， 應該喺 Twitter 嗰度啦。Twitter 係啦，就玩咗呢啲喺 X 啊，我理難得佢啦，我叫 Twitter， 除咗 X， 你真係我 X 水啊！係啦，咁啊竟然用官方 account 咧去玩呢一個嘅 means 啦嚇，咁應該就係話有個 It's gonna to be a summer to remember 咁樣，咁啊衰啊衰在咧個日子咧就真係好近呢個廣島核爆嘅日子啊，廣島八月頭。所以在日本華納方面咧，嗰個反應都係幾強烈咁樣嘅，咁啊要求翻佢哋係道歉啦。我諗佢最大嘅問題當然就係一地獄 get 啦，你真係唔應該玩呢樣嘢啦。第二就係、是、其實真係唔同公司嘅，即係你咁樣玩，我又覺得官方 account 玩有啲過分。嗱，我見即係奧本海默同芭比嘅訪問咧，其實。我西方啦，訪問都有，因為依一個 meme 而有問啲議員，咁議員都好有禮貌咁答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佢一個同人圖下面，即係嗰幅同人圖都算係 OK 咁，但係嗰個同人圖係真係有個爆發嗰個樣噶嘛。然之後咧下面咁樣回應咧，仲要嗰個係咩喎？如果你是说希望大家去看这一套戏呢，我觉得仲还可以。或者可能你开机玩笑，我觉得最近是说如果华纳的可能开玩笑说大家看看我们的芭比公仔会爆炸咯。可能你这样讲都没事的。是但是他是说拥有一个令你难忘的暑假或者夏天。我觉得这个真是你在日本那里你都会明白人家会因为这件事不舒服咯。因为真的是民族相通，即当然这件事你都见到。周围有啲人会上纲上线啦，咁咪话喂日本人咪又系玻璃心，咁但系呢个真系关乎人哋历史上面一个日本近代上可以话系佢最大嘅一个伤痛嚟噶嘛，真系民族嘅伤嚟噶嘛，咁你人哋会介意，其实你唔可以唔俾人介意，倒翻转我觉得呢个系你要俾翻人哋有呢个空间，同埋。嗰樣嘢就係本身奧本海默都未必會喺日本上映。係係係。如果大家有睇到戲嘅話，都明點解入邊可能有啲對白或者有啲劇情係真係會觸動到人哋嘅民族感情嘅。依個係真係嘅，唔係依個真係真係真啊，唔係平時呢個真嘅，不過依個更加真係啦。感情啊，係啦。咁啊，所以咧今次咧，你話佢唔上映或者佢哋對於依一個笑話反應咧，有啲日本網友覺得講得啱噶。你試下倒轉啦。你试下有套戏讲九一，然之后我开九一一个玩笑啊，咁嗰样嘢调转翻嚟，其实大家都明系正常。系系系。咁啊，所以就今次嘅系官方 account 玩大咗咯。呢句嘢系太过轻佻嘅，轻佻个球嘅。本身个 meme 嘅协同效应咧，我觉得几有趣噶，系真系帮到两套戏。你咪讲两套戏，大家互相喺个 PR 上面开下玩笑，我觉得虽然唔同公司还 OK 啦，其实两边即系大家。
都觉得是得意的一件事。咁电影大家做了一个 meme 嘅，咪攞嚟开下玩笑。即系个玩笑，你开啲乜就系另一件事咯。本身个 PR 系几好嘅，即系你咁样 cross over， 咁嗰件事都几靓嗰啲同人图。但系你官方 account 去玩咧，就真系抽水抽着火水咁样咯。系啦，系啦。同埋有啲人就话事后好明啦、啊。如果当日冇激嬲 Nolan 嘅话，今年就有两套赚钱嘅戏噶啦。啊，系啊！哇，如果依两套戏仲要去分，唔系一齐咁撞上去分两个月，如果同公司嘅话唔会一齐做。系啊，你分开噶嘛？哇，你真系依本后半年去玩晒咁滞啊！咁但系冇啦，你连 Nolan 都激得走系咪啊？系咯，冇计噶啦。咁啊，讲开 Barbie 系继续讲佢啦。咁啊，引用呢个财经新闻嘅消息啦，读新闻啦，即系读报纸啦。娱乐影视巨头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啊，喺周四咧，即系呢个八月三号咧，公布咗佢第二季嘅业绩、哦，成绩如何呢？系低于市场预期噶。咁啊，即使呢个芭比咧喺全球上映获得广大嘅回响啊，都难以挽救咧华纳兄弟低迷嘅业绩。咁啊，大家咧可以 key 翻啊黑超 CEO 嗰个 Grandad 嗰个样出嚟啦。哎，真系搞唔掂。因为话说咧，华纳兄弟就当然好多业务啦，有 cable 啊，有串流啊，同埋好多唔同嘅影视资产咁样啦。喺五月底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讲过啦，佢将呢个 HBO Max 就改咗为呢个 Max， 咁啊改名喎，系嘛？咁啊，近期咧，我发觉喺新闻入边咧，大公司改名咧，冇乜边个 OK。即系大家都知道华纳系有个 X 字，系啦系啦，华纳咧同中国人一样啊嘛，好啦迷信噶嘛。成日为咗啲风水原因咧，就走去改名啊，改日子啊咁样。啊，嗰时 delay 咗几转。系 delay 咗几次咧，风水问题啊嘛。OK， 咁咧话说佢今次改做 Max 之后咧，大家觉得个订阅率会点啊？改咗名、啊，梗系高咗啦，有新鲜感啊嘛。系啊，可能太新，所以冇人识啊。咁所以唔系你 search 唔到啊，冇咗 HBO 个名咧，你个 Google 到你响度冇人识你、啊。你 Google search 唔到啊，我哋真系有实测啦，等先啦。因为你一打个 Max 咧，嗱实测啦又系，我哋可以睇下开啦，出啲咩 product 出嚟。打 Max 打 Max 落去啊，出边个先啦？嗱，第一个出嗱，不过我系香港嘅，系啦，香港嘅。第一个 Bitcoin 啦、啊，第二个就系新闻啦、啊，跟住碌几耐啊？过咗啦，过咗。唔系好似第三个系咯。喂，系喎，第三个系喎，第三个系喎，而家上到去第三个。咁但系你呢个都系广告嗰、那个嗰、那个选嗰、那个。哦，咁即系而家 search 咗佢顶嘅。系啦，即系佢其实都有俾广告钱嘅。哦。系啦，咁我唔知美国佬嗰边会系即系北美地区或者欧美地区会系 search 啲咩出嚟啦。系咁总之咧，佢嘅个订阅率咧，其实就当然都系会跌咗啦。咁但系，喂，群众你呢啲读报纸都唔客观嘅，全世界都下降噶啦。系，全世界都下降。不过佢下得。Netflix 下降咩？唔系，大家嗰个订阅率。都是有下降的、哦哦哦、okay, 啦，只不过他的订阅率咧就不嬲都是最差的嚟噶嘛，咁然后他的退订率又比较高啊嘛，啊系，迪迦嗰啲都系又跌，大家都有跌嘅，疫情后啊嘛系，即系本身个数入个人多，但系你跌嗰个数，佢又结构性调整咁样，咩？佢唯一赢到人嘅就系边度啊？退订率咪多个人咯，咁啊赢咗噶啦，系啊，仲有蚀钱蚀得多嘅人。哦，咁呢个梗噶啦，诶，蚀钱系华纳嘅中心目标嚟噶嘛？咩 Netflix 啊、亚马逊啊、D 加长，喂，呢方面真系唔够你玩啦，我哋唔玩呢咁嘅嘢嘅，你斗啊你自己啊。嗱，咁啊，另外华纳咧官方公布啊吓，咁我都系读新闻嘅啫。华纳兄弟指荷里活编剧大罢工，帮助公司节省了$1亿，但警告这不是长远的方法。喂，后面嗰句可唔可以唔好讲啊？你读多次嘅句，我又讲多次啊。华纳兄弟指荷里活编剧大罢工，帮助公司节省了$1亿开支，但他警告这不是长远之道。我哋当日有讲过，佢为咗$90,000而炒咁多人，牺牲咗几多人？系啦，新年到嗰时都话，即系好似有几百个家庭就破产咗啦。系啦，今次系点？喂，一个真系地狱梗啊！斩脚趾避沙虫，我真系着咗只脚趾咪可以避沙虫。喂，坟做乜嚟噶？都繼續 part time 同寫英文，唔係我寫嘅，引用外媒嘅大佬。佢你佢而家寫英文添喎，唔係GPT 幫手寫係嘛？係咯係咯，唔係真係嗱 now 都揾到㗎 ，now 新聞 now 轉載你識你到喎 ，now 新聞揾到啊！冇即係以為我鳩噏㗎，黐線啊！而家大罷工真係好啊，即係慳咗人工唔使出唉。即系仲有间大公司，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啦。唔系，我觉得讲前面嗰句我都算啦，后面嗰句即系戆鸠先讲。我哋都知唔系长远，即系如果长远罢工，你边有戏出到嚟啊，大佬？真系知紧值。唔好玩啦。咁所以CEO 咧，即系令人系 under the spot 啊。
簡直就是呢個明星。咁好啦，咁啊讀多篇新聞啦，咁啊大概就係GQ 嗰邊嘅，咁 GQ 都係好出名嘅娛樂雜誌啦。好啦，咁我又引述啦，瑞士荷里活最討厭的男人問號。GQ 雜誌咧早前就喺網站登出咗一篇文章，咁啊直指咧華納集團嘅掌門人啊 David 哥啊。就是荷里活的头号公敌Public Enemy 啊！哇，又攞咗个第一咯。系啦，咁啊呢篇嘅报道咧喺短短几个钟里边咧，即系最佳反派喎。系啦，就当然系火速下架啦吓。咁啊讲多次啦，咁呢篇嘢咧就系大概形容阿黑超哥啦吓，即系阿 David 咧点样成为荷里活嘅即系Public Enemy 咧。咁撰写呢篇文嘅人咧就系一个影评人嚟嘅，咁就系都叫出名啊，相对叫出名咁啊，又有教下书咁样。因为而家个篇文下咗架咧，我就冇得再睇翻啦。咁、但系佢大概就系讲紧话阿 David 哥咧，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富二代啊，然后有好多嗰啲品格上嘅嘢啦。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好乞人憎嘅人。同埋咧，佢每一次做老板，即系佢唔系净系而家嘅老板嚟噶嘛，佢以前都系做开揸飞人噶嘛。之前 Discovery 添啊，所以先系佢系好多好多嘅当权者嚟噶嘛。而呢一个影评人就话佢咧，每一次做啲大决定咧，都系会破坏间公司嘅。咁當然你冇實際數據，我又冇得去講啦。我只能夠話俾大家聽啊，有呢篇咁嘅文章，而 GQ 咧其實就已經 delete 咗呢篇嘢啦，係啦。咁啊，都攞到第一名啦，荷里活第一嘅討厭人士、哦。但係之前啲茶粉唔係好中意佢，成班當咗佢救世主啊神咁拜噶嘛，係嘛？都係嗰句啦，唔下召罪己，邀請翻啊教宗啊，唔係依一個 Seth Snyder 翻嚟，班 fans 係唔會滿意。咁佢都冇嘢满意嘅，而家连阿查都叫话、哎，我想睇边套，大家对唔住啊，我唔可以听你讲啊，咁样啊，系咯。咁我就讲下 GQ 引用嘅数据啦。今年63岁嘅 David 哥咧，自呢个旧年，佢讲呢个旧年可能就唔系真系2022年啦。咁啊，自佢上任以嚟咧，不断嘅新政策咧，都成为咗媒体嘅焦点，包括咧就冷冻呢一个 Bad Girl 啦，大家都知啦吓、一度咧就以成本控制为理由咧，就斩咗一啲经典嘅 channel 啦，例如佢话。TCM 咁样啦，咁另外咧，包括可能就系话佢喺 CNN 嘅执行长里边咧，就摆咗一个唔适合嘅人落去啦，咁吓，咁啊，当然啦，佢上任以嚟嘅电影咧，基本上都系蚀钱嘅，咁但系我觉得呢个又唔系佢嘅问题嚟嘅，有啲都唔系佢拍板噶嘛，本身又对，因为本身华纳嘅电影就系蚀钱噶嘛，所以我觉得就真系唔关佢事。不过咧，都唔系佢拍，即系佢决定要拍咁嗰啲嚟噶嘛，好多都系跟紧落嚟。但系嗱，佢呢度咁讲咯，集团嘅股价咧，自从黑超哥上任之后咧，就跌咗50%。咁就大家都为呢一间百年企业咧取呢个担心嘅感觉咁样咯。你个经典嘅名 HBO 你自己剁咗去，咁你真系冇得讲大佬呢啲嘢系嘛？即系你 HBO 咧入得佢数啦啩？呢个真系佢数呢个。戏嗰啲因为有啲真系佢以前就喺度嘅，即系佢 Fast 嗰啲本身喺度噶啦。但系你 HBO 呢、這个。系我佢之前梗系喺度啦，佢入咗嚟先唔喺度啫嘛。HBO 我个名系嘛，咁你好难入去数呢啲系咯。咁所以我觉得蚀钱又唔系好关佢事嘅，都有啲嘢关，即系好多大细嘅问题，只系佢嘅问题咯，只系佢问题咯，好多嘢自然流落咯。即系你觉得话黑人憎嘅 CEO 咧，嗱，坦白讲啊，我本人我觉得迪士尼嘅 CEO 咧就黑人憎过佢十倍嘅，系呢个就买 opinion 嚟嘅。咁但系有机会先再同大家开一个迪士尼监察院啦，有机会再同场加映啦。即系因为迪士尼嗰边嗰啲 policy 同埋佢嗰啲新闻都系离晒大谱噶啦，咁样吓。咁啊，讲啊黑超 CEO 就讲到呢度啦，咁、然后就讲下即系我哋最喜欢嘅导演啦。查克史奈达啦，大家都知道我哋台最喜欢呢个导演噶、啊，你最喜欢你最喜欢，我好捻喜欢佢嘅，我跟足佢啲新闻嘅。咁啊，查到啦，即系最近又有篇新闻啦，就即系华文地区嘅新闻啦 ，Yahoo 嗰边就刊出咗，就话咧有个华纳嘅前高层、就证实咗查克史奈达的电影咧向来很赚钱。咁、呢个前华纳高层咧，阿 Greg 哥咧就喺度咁讲，啊啲人咧成日就话阿史奈达。啲电影咧蚀钱，咁咧，但系其实咧，佢喺串流同 DVD 方面咧系赚得翻噶。不过呢句嘢唔系完全阿 Greg 哥讲噶，系啦，可能系嗰个报道写嘅嗰个人咧就加翻啲嘢落去咁样。其实呢篇报道大家睇翻，我唔知道大家应唔应该睇啊？嗰篇报道本身系好叻嘅，写得。嗱，佢篇报道首先标题就写话，哇，前高层证实好赚钱，跟住咧佢一入嚟嗰篇嘢咧。就讲咗一堆佢自己嘅见解先嘅，
佢又讲啲咩类似话啊，咁啊一直咧啲反论者咧都会话佢啲钱系佢啲戏系唔赚钱啊，啊啲票房点点点计，咦又真系唔赚钱、啊，但系咧根据呢、這个有啲咩家庭影音市场系啦，咁啊其实咧系可以赚翻翻嚟嘅，咁而最近咧而啊呢位啊 Greg 哥咧就证实咗我哋嘅讲法啦，跟住下面咧就 call 咗一个系一个啊。一个 Greg 哥系 cheat 出嚟，咁 call 完个 cheat 之后咧，跟住下面就话佢又说法几件啦，咁总之好似系 Greg 哥证实咗所有嘅说法咁咯。其实有好多推论唔系完全 Greg 哥讲晒嘅。如果你真系喺佢嗰个好得意嘅篇报道，系你喺 Greg 哥个 tweet 嗰度，其实佢就系简单聊聊两句咁啊，即系我有揿埋落 reply 度，我见佢冇讲呢啲嘢。其实佢话Sucker Punch 就真系蚀咗好多钱，不过咧其实佢嘅电影咧喺华纳嚟讲咧系 very profitable，very 咁样嘅。咁即係你有無限演繹啦，我覺得就咁今次撰文嘅呢個人咧，就講咗好多嘢啦，亦都有即係講到話好多佢嘅見解，其實係唔係 Greg 哥，即係 Greg 哥講電影嗰個成本計算，其實佢都有用翻條 formula 計俾大家嘅。咁如果你真係用翻個 formula 嚟計咧，咁史萊特啲電影一定係蝕錢㗎啦，呢個梗㗎啦。咁但係咧，佢就唔知點樣講到咧，就話原來喺一個票，即係喺嗰個 DVD 啦或者串流方面咧係可以賺得翻。咁但係 Greg 哥其實係冇講呢句嘢噶嘛？咁你大家应该相信你要赚到都唯有系喺嗰忽度啦，系啦，因为你票房咁啊，即系你咁样计完系唔得噶嘛。咁你唯一赚到钱，咁你咪喺嗰边咯。咁同埋间铺度好正噶，佢话嗱，咁 Greg 哥讲完之后睇下有好多数字咧，系我哋啲外唔系我哋，佢唔会用我哋嘅字，所以好多啲数咧，其实外行人系唔会明白噶。咁样去话啲反论者咯，系即系佢内行人嚟咯，要为社民都讲系啦，系啦。咁佢其实讲完佢系 Greg 哥嚟添。其实有一句咧，這个撰文者咧就 highlight 咗嘅，就好比呢个 Watchman 咁啦。当然喺电影票房里边系蚀到扑街啦。咁但系咧，佢就话靠呢个家庭娱乐市场咧，即系应该系卖 DVD 啦，我估卖出咗咧1.5亿嘅美金嘅即系 DVD 啦，咁样。咁我就開始覺得係轉移視線啦，即係之前新年都有講過，咁你票房蝕咗就係蝕咗㗎啦嘛，咁蝕咗嘅嗰嚿錢，就算你後面賺得翻，你都只不過係賺翻蝕咗的錢啫嘛，係咪先？我當你可能嗰度蝕咗3亿啦，咁而家佢講話啊，佢賺咗1.5亿，仆街你計翻條數，我都仲係蝕緊1.5亿㗎嘛，係咪先？唔係有冇聽過有電影公司話嗱？我哋上套戏咧，系准备喺家庭去咩家庭咩？家庭影音，家庭影音娱乐市场嗰度赚翻嘅，戏院呢度我系华捻之去，会唔会有人咁讲？你觉得华纳哥系系啊？我哋套戏唔会赚嘅，戏院度我系靠家庭影音市场嘛，梗系唔捻系啦，人哋梗系想喺戏院都赚钱啦，戆鸠唔系做乜拍戏上戏院啊？贪冷气冻啊？佢赞吻呢个人有跑公式啊？呢个人咧摆明系芭比又唔好上戏院啦、啊。唔系唔系。我想講咧，撰文呢個人一定是外行人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在影音的行列裏面咧，佢哋係有專攻家庭影音市場的 product 噶嘛 ，production 噶嘛，就係佢唔會上映嘅，直接就係 DVD、Blu-ray 啊或者 streaming 嗰度就直出噶啦，嚇就唔會擺上去，咪即係以前嗰啲exclusive 咯，係咪啊？咁嗰啲就係叫做主打家庭影音市場。一般嚟講，我哋嘅預算咧會比較低啲嘅，因為你會冇一個風險啊嘛。而啱啱講史萊特拍親嘅都係大片嚟噶嘛，用到嗰個銀碼要靠家庭影音市場去賺，而唔係靠戲院去賺，佢都好嘢。係啊，你呢啲 A 級大片一定係預咗票房係會賺嘅，哪怕你話賺得少都好，你都要賺，因為你唔可以蝕咗。嗰個本金去之後你說，你話啊玩具啊，佢嘅影音啊，或者佢嘅串流賺翻咁，嗰啲當然就長揾長有啦。唔係呢啲其實又可以咁講，應該可以稱呼叫做帶動消費嚟嘅。係係係。咁其實即係當然嗰班人就見到啊前高層出嚟咁講啊，個個上曬身啦。但係我想講，其實帶動消費咧就係你套戲 OK 嘅，咁咪可以再帶動啲消費落去咯。咁、如果你套戲票房再高啲，多啲人睇，再多啲 fans， 再多啲人中意嘅，你個帶動消費咪再高啲，唔淨止而家個數咯。嗯，我再引用一個例子啦，我都講到口臭啦，因為嗰陣時 set slider cut 咧，咪吹到真係天上有地下無嘅。咁仲有啲茶粉咧，就喺度同我拋數據啦，點知其實佢哋都係大數學家嚟噶嘛。咁啊，撲即係作為你冇冇咗大數學家呢個 term， 對唔住對唔住，佢哋都係數學天才啦。OK， 咁咧我作為一個包藏和尚嘅仆街仔咧，我都特登去翻嗰啲即系 DVD 销售榜嗰度睇翻啦。我净系引用翻都系华纳嘅制作《Mortal Kombat》，《Mortal Kombat》赚即系佢嗰个票房，当然佢都唔系赚钱嘅，但系佢成本低啊嘛，胜在而佢系赚，即系赚喺边度啊？佢嘅 DVD 个销售量同埋个 streaming， 佢系影碟啦，影碟啦，其实佢系挨近甚或乎赢咗 Slider Cut 嘅。
咁你点样去话到俾我听？喂，佢呢一个成本嘅投入系赚到钱咧，系唔可能噶嘛？因为你 Snyder Cut 临尾再崩咗一嚿钱出去再做后制噶嘛？系啊，两次钱嚟，系咪先？即系你本身你话魔改版又好乜捻都好啦，阿 Joe Wittens 嗰个版本系蚀钱，然后你蚀捻咗个啦嘛，已经好啦，然后你再搵一嚿，好似我唔记得几多千万啦，已经几千万啦，总之就又去崩落去。喂，咁嗰啲錢係回唔到本嘅喎，係咪先？你一定係純蝕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篇嘢就真係自己打飛機咯。咁如果你話佢嗰啲所謂咩 very profitable 咁樣，咁當然佢都冇再講進一步數據啦。咁亦都佢唔係而家高層啦。咁我睇翻啲資料，大概如果冇 get 錯，應該佢就直頭係啊查到嗰幾套戲嗰陣時候，即係 Suicide Squad 啦，到 Suicide Squad 即係唔係查到，但係 Suicide Squad 嗰陣時候好似仲係佢有份跟嗰啲，咁嗰期嘢去跟佢計劃賺啦。嗱咁樣講嘅，即係呢個好專心論啦，我明白。其實呢個撰文者咧，佢都有背刺阿史萊特嘅，因為佢喺文嘅開波嘅時候咧，就已經話其實咧阿 Zack Snyder 咧就只有呢個 300 咧係賺錢嘅啫。他自己讲啊，嗱，佢自己讲啊，佢系讲紧啲类似平时你讲嘅数据，系啊，就系300嗰啲。佢意思话啲反论者话净系300赚，系咪戏唔赚？但系佢啲戏咧，佢条数都冇办法计到啲戏系喺戏院度赚到钱嘅。跟住下面咧就想得话，家庭影音市场、家庭娱乐市场其实赚翻好多。而家前高层证实了我们这一个说法。咁系咪即系你 300？ 咁系咪即系你 300 啲影碟就唔好卖啊？其实去戏院度赚。其實本身兩件事，即係好多人都係將啲嘢擺上天平度啊，叫做一係 A 或 B， 其實係可以 A and B 嘅。你呢、這個你可以戲院又賺，周邊又賺，望夠。你呢個真係星戰會唔會淨賺戲院錢唔賺公仔錢啊？唔好玩啊！你真係數學邏輯嚟噶嘛？我可以票房又大收，然後玩具又大收 ，DVD 又大收，哇！咁你先係為公司賺大錢啊嘛！你300其實嗰陣時又係碟又賺，咩又賺噶啦？啊！屌你同我講話，誒唔撚驚，我哋票房蝕撚咗，我哋 DVD 賣翻本。看來好多數字係啲咩啊？外行人明白，系啊，而家咁样讲啊嘛，系啊，我想话前一个月大把文章，你见到而家大风向系打得好劲。一个月之前讲闪电侠，屌捻到佢扑街冚家铲，话而家做得咁差，就系冇查到带领而搞到闪电侠咁样嘅票房。三个月后佢出呢一个 Blu-ray， 我然之后话哇，佢 Blu-ray 赚翻得唔得啊？你班友又唔系咁讲啦。同埋，其实点解而家嗰啲？DC 英雄啲嘢有時差咗咧，你話佢之前有嘢做得唔好，一係你有時多爭拗都好，但我覺得好個人啊，個人覺得啊，最大問題咪因為茶道同埋班撲街茶粉搞撚死咗個系列咯。我都係嗰句啦，我真係識得嗰幾多人係會講咧，都唔係淨係我係咁講啊，你見好多人都會咁噏啊話，我就係唔想理個系列啦，即係咁鬼煩，睇套戲又要俾人鬧，又話咩咩咩嗰套又話唔睇得，又話睇邊套先得，你覺得煩啊嘛，大佬佢仲煩緊過睇高達啊嘛，而家佢而家煩緊過睇高達啊嘛，你喺 Unicorn 嘅前面睇咁 Q 多套，而家仲要話咩？嗱，你記住嗱呢套就睇得，嗰套唔睇得 ，Joss Whedon 版咧又係俾只碟拍鳩。咗去嗱，跟住睇嗰个四个钟头查到版话，四个钟头好长喎、啊。你系咪唔识欣赏艺术啊？吓、啊，4:3四比三呢啲查到要做嘅嘢嚟噶嘛？吓、啊，你哋咪唔识睇戏噶？啲人真系唔识睇戏嘅咁啊！你睇套戏嗰日俾人屌个扑街咁家铲嘅就系、是，咁你点唔紧搞死系列啊？呢个系列点解 DC 而家搞成咁啊？唔系因为扑街查粉，即系我觉得你查到有乜泼班人出嚟，但系最紧大问题就系因为你班影视界哥布林冚家铲。仲有你讲到啊，真系谂下系。仲煩過一個 UC 派同其他派係、啊，你班人仲緊煩咗高達迷噶。你諗下嗱，有四個，你身個高達迷，四個鐘頭嘅原教宗版本啦，仲有依一個 The Rock 啊，即係嗱，你話哇 Suicide Squad 好似好好睇喎，唔得 ，James 係大罪人嚟嘅，唔可以睇。但我真係講好睇，唔得，有罪。係啦 ，Peacemaker 其實佢唔得，佢最尾講Aquaman 鬧點就唔得，撲街唔家產，哇！你要睇嗰個對，你睇完覺得好睇都唔肯得啊嘛！而家係佢嗰啲嘢，一定要睇石家軍啲嘢，因為佢係依一個查史萊特嘅派。後面嗰啲 CG 好核突喎，咩核突啊？不如做得幾好？唉，真係咁樣。你佢請 Fan 月翻嚟，然之後 James 又做帶住人趕走佢。係咯，咁你睇乜睇套戲就搞咁撚煩咯？你而家都係㗎，你睇啲留言全部嗰個混沌，混沌到咁樣，你點會想睇系列啫？你因為佢個藍甲蟲啊，而家阿查道其實我覺得件事本身係好嘅，佢出嚟就啊，我都期待藍甲蟲啊會同我細路去睇啊嗰啲咁樣，佢話因為意思都期待可能有一個拉丁裔嘅英雄會出嚟咁樣，咁我覺得成件事好啊，連佢依個 tweet 我都好喎、啊，但我見到依啲留言咧。
系已经混沌到一个极点话，哎呀好，哎虽然我系最爱嘅茶道咁讲，但系唔好意思啊，因为依个光阴啊，我系唔会睇佢噶。咁都系外国嗰啲就唔系讲光阴个字啦，就即系写其他，即系又写其他字形容佢啦。点解而家教主同你讲话唔系啊？我期待南甲虫，而家教主个俾你屌咁滞啊！搞到对唔住啊，教主你咁讲，我都唔会支持南甲虫噶啦。跟住大家仲可以谂埋啲。FFV 平衡空间嘅，哎呀，梗系光阴咧同佢奶鞋底啊，就要话查到帮佢出呢个 cheat 啊，惊佢会死啊，又或者话哎呀查到啊，即系点点点又要帮佢，肯定暗中又唔知搞啲咩，其实人哋咪净系嗰位套戏，可能都想支持下系列咁样。其实我嗰本身件事系好正面嘅，但系有呢班嘅混沌喺度咧，我又搞到件事都好负面嘅，因为而家随时教主都差唔多俾佢攞埋吊死咁就去到。你想想如果那个情况调转呢，即是啊 James 在个 Twitter 推个 Tweet 就是说查到的一个新 Netflix 作品啊老翻星，哎不是在一个反叛之月呢就大家去看啦，喂个情况又不同。哎讲啲咩关你咩事啊，不是啦，他们都真的会说哎奶鞋底啊你。奶鞋底啊你。咁而家查到即是我不觉得是奶不奶鞋底的，我觉得很憨鸠，但如果照他们那班人即系好难代入嗰个逻辑啦，你真系好戇鳩先做到。你如果照佢个逻辑，而家嘅唔系应该话哦，睇下查到奶鞋底想翻去拍戏嘅正常人，你应该嘅，你应该系谂衰嘢嘅，应该谂呢啲。当然我如果觉得唔系，我嗰成件事本身好健康嘛，就系咁冇期待套戏咪咩咯，同埋嗰个样。哎呀，系啊，大佬啊，最初佢两个真系一起拍戏嘅，系咯。我成日嗰阵时都话，如果你阿詹姆斯想去查到冇机会翻嚟，可能有啲咩参与下，个可能性高咗添嘅，系咯。咁就系咁咯。喂，同埋讲多一两句题外话，就讲到南甲虫啦。我自己有少想去睇嘅。咁啊，当然啦 ，expectation 咧同头先讲，因为佢本身系一套唔谂住上电影院，系真系喺 Max 度直出嘅一个电影啦。咁你对佢嘅期待，或者大家睇出？都明佢嘅 level 去到边噶啦，都一套好直观嘅三线超级英雄嘅起源电影。我真系当可能类似九十年代嗰种英雄电影嗰啲 feel 咯。系啦，咁啊，但系咧咁样出嚟咧，都要俾你班友喺度闹咧，我真系觉得好冇人。如果呢套戏你系带咗话你准备入去睇四个钟头 JL 或者睇复三嘅复三复四嗰种咁嘅心态去睇，你系。你是有期望管理你自己做了另一样东西嘛。你看一部你知即是我觉得虽然说你都是这么多钱买飞入去看啦，理论上你不计片场问题。但是你本身都不会预计那个 level 的东西啦。我不是降回是90年代 ,90 年代零年代的英雄片就算咯。有时自己作为个电影观众都有一些管理的情绪。虽然呢我都觉得这一套华纳是赚不到钱的啦。佢都淨係攞出嚟睇下點樣嘅啫。喂，如果呢套賺唔到，閃電俠賺唔到 ，Michael Keaton 佢會唔會搞咩啊？咩事啊？平行宇宙嚟㗎，呢個應該會咁噶嘛。係唔緊要 ，DVD 救翻家庭影音市場，冇錯。啲嘢外行人係唔明白嘅，咯。我又可以用依句，呢兩句真係好用。但係我想講多句就係喺 Streaming 市場賺翻好難嘅，因為你擺翻喺自己嘅 Streaming 平台嗰度咧，左手交右手咧，你點撚樣賺啫？雖然朋友褪翻上幾間新聞咯，話而家成。你是要卖，你系要卖俾 Netflix 俾嚿钱你，咁你先赚到钱噶嘛，仆街！但系你买俾 Netflix， 你可以赚嗰嚿钱，但系同时你咪又喺你个订阅数嗰位咪又蚀翻嚿钱咯？点计个数？真系好难计。唔系，真系好难。买啲咪得咯？系咯。家庭影音市场啊嘛，啲嘢外行人明白噶嘛。即系你系想 sell 家庭影音市场，定系 sell 你个 mass 啊？喂，下一新闻不如？喂，下单新闻。呢个废物啲问题真系点答啊？真系。整日系一眼汗啊！哇，冇事冇事，下单下单下单。咁我哋喺呢个电影市场里面搞好耐啦，我哋就转移部门，我哋去游戏部门嗰度。哇，高人大话，犀利啊犀利！咁啊，话说咧，之前我哋都有一路讲过啦，魔界咧就有个新嘅叫三笑啊，应该我隔篱三 A 大作咕噜。真系三 A 咩？佢系 sell 自己系三 A 大作嘛？佢连一个 A 大作攞 A 超人加封印咗碟边去咁个真系大作，佢连一个 A 佢都去唔到。我真系即系唔好话我马后炮，真系由佢一发布开始，我话点解可以出到 game？
咁啊，話咕嚕會唔會真好嘢？我真好想操控咕嚕啊！嗱，如果你跟開華納監察院咧，其實好早年嘅即係評論咧，我已經話呢套嘢係死鳩硬噶啦。即係我自己係一個魔界粉啦，而佢嘅 game 其實我係好喜歡啦，即係譬如 Sherlock War 啊，咁其實我自己係喜歡嘅，個古仔我覺得寫得都唔錯。但係我係點諗到佢會出到一個咕嚕做主角嘅 Assassin's Creed 啊？即係呢件嘢係。即系你唔系少林功夫加唱嗰跳舞啊嘛，大佬啊！即系少林功夫加唱嗰跳舞有冇得谂啊？有得谂。喂，咕噜加刺客信条有冇得谂啊？冇得谂。水够硬噶咧，阿茶，你搵我饮茶，我好开心。但系你唔好叫咕噜做主角。其实你改捻咗个主角阿拉哥，咪搞捻掂咯。你而家好似咧出只高达 game 咧，搵边个做？你系成程操控边个主角？黑色三连星三个肥佬其中一个咯。喂，咁有都有人打，你最尾虽然俾阿宝打死，但你都有人打嘛？即系我第一身见个 R 七八踩鸠我个头咁样系嘛？佢呢个咕噜做呢个主角系乜嘢啊？喺白色基地扫地嗰啲人、啊。你出去都冇得出去啊！即你明明控制咕噜本身，即我作为一个男玩家，我已经好捻难代入嗰个角色噶，系咪？即我哋玩得个角色，我哋就想去型啊嘛。喂，哪怕我 Phantom 都型啊，虽然佢狂暴啫。即你唔好话佢型唔型嘅问题，佢发布 trailer 咧，同佢实质出嗰只 game 都系 downgrade 咗噶嘛，咕噜个样。连只咕噜都再样衰咗啊！唔系，咁华纳通常佢唔够样衰啊。唔系，华纳就经常都干犯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嘅，但我冇谂。到只 game 会变捻到咁捻嘅，即系我有睇嗰啲 gameplay 啦，扑街啫！人哋话 PS 3嘅画质咧，我觉得都俾多咗佢，根本上就系 PS 2嘅游戏嚟嘅，即系佢无论模组啦、画质啦、游戏三中间嗰节嗰啲电脑 game 嗰个年代嗰啲咯。Around, 我只能够讲，我玩 PS 2嘅时候咧 ，Kingdom Heart 系流畅好多嘅，系流畅度系咪啊 ？Kingdom Heart 个画质同埋流畅度就真系高出高过佢嘅。咁而呢只 game 咧劲到系点咧？个 studio 好似系要转行咁样。而我睇个新闻咧，觉得好惊奇。头先大家都话佢出到只 game 已经好惊奇啦。咁啊！但我睇啲新聞就係話咧，當然呢一隻 game 嘅負評咧，令到成間 studio 係執咗粒啦。而我睇過咧，好明顯係一個個頭冇咁大，就唔好戴咁大個帽嘅一個例子、因為好明顯嘅 studio 咧，之前係冇整過一啲咁大 IP 嘅 game 嘅。佢唔係即係做緊做啲類近細細隻手機 game 類嗰種感覺啲啊？冇錯啦。咁、但係咧，我見到一間新聞最令我 surprise 咧，佢係話。续集嘅计划遭到弃置啊！依一只 game 可以有玩一集咕噜都唔够啊！想做你我再玩嗰集咕噜啊！同埋你凭咩个信心你拼赢两集咕噜啊？真系好卵癫！系啊，咁啊，同埋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我绝对推荐大家去看。我只 game 冇兴趣，错别啫。唔系，去睇人哋点样去玩只 game 啊！我睇过，即系佢系 Four 七碌嗰啲 friend 咁样系嘛？類似佢，因為咧頭先你講咧，佢話加 Assassin's Creed 其實有啲唔係嘅，因為佢本身成隻 game 要玩嘅嘢咧係兩樣嘢，一係攀爬嘅 simulator， 第二就係呢個囚犯管理 simulator。啲人係話玩到點解我要去到唔知第幾關嗰陣係過咗半隻 game 先開始有其他嘢噶嘛？過半隻 game 先有其他嘢，佢頭嗰 part 係話咕嚕俾人捉咗去監獄，喺個監獄做 simulator 去控制其他人啦，去不停咁攀爬啦，每日做啲唔知好重複嘅 task 啦，而嗰啲重複嘅 task 兜開可能咩去啲守衞度卡去把鎖匙咁，但係仲要bug嗰啲啊嘛。係啊，係bug到係過唔到關。係，我見到有個實況主拍一條片就係話佢玩到嗰度崩潰，佢係bug到咧要上網同人求救，就話唔該俾個 save 我過咗嗰度。我不想重新玩个十几个钟。唔系咁讲，爬墙 simulator 系个制成品嘅。佢当时宣传系真系咕噜加 Assassin's Creed 噶嘛。佢concept 系咁啊。咁奈何实力不足就变咗爬行 simulator 啫。大佬啊，就算 Assassin's Creed 点样，大家最话 Assassin's Creed 啦。Assassin's Creed 个主角型啊，型噶嘛，大佬你试下 Assassin's Creed 第一集俾个爬墙嗰个，你变咗只咕噜咁嘅样啊，只 game。你 Assassin's Creed 嗰啲咧，你可以享受一下即系冧友嗰啲信仰之約啊咁樣啲嘛，型噶嘛。只咕嚕唔夠人打嘅，你要避開啲嘢嘅。係，仲要樣衰。你好阿 Q 精神咁諗，就好彩呢次唔係阿拉光咯，好彩係咕嚕咯。哇！阿拉光咁爬法，我即係如果阿拉光俾佢哋搞，可能都係變撚咗咩啊？行路 simulator 咁樣樣。下下跌咗個家，跌死咗阿拉光。係啊，可能係咁樣噶。咁啊，呢只就差唔多啦，即系我觉得好劲啊！一只 game 嘅失败系令到成个 studio 执笠咁样咧，好难噶嘛。我觉得呢个成个 project 本身都好卵劲，你可以批咗呢、這个。即系首先有人提得出嗰、那个，就可能提出嗰个谂话，喂唔系啊，即系个个话俾桥咧，
我係唔係嗰諗定嗰陣條衰橋出嚟預咗俾你 ban 咁，我好似做嘢，好多人咁呢啲咁啊開會。即係佢原本係諗住真係 pair 阿拉光嘅，或者嗰個人係話你嘅嗰啲啊講阿拉光，我講依、這個咁啊 sell 咗四五條 Q 俾老細咯。點知個老細有新意，喂阿拉光我睇到門啦，就咕佬住佢嗰時話。喂，我嗰戏戏子嚟嘅，我咁叫戏案嚟嘅，即系我攞出嚟俾你 ban， 即系嗱啲人谂桥会咁啊，三条桥人哋预一条系跑出，另外两条桥系等你，有得 ban ban 完咪呢条桥跑啊？可能话我讲出咁要俾 ban 嘅，系我知道咕噜衰硬嘅啦，啲老细就喂就咕噜。做咕佬，我嗰陣時睇嗰啲 sitcom 咧，即係做廣告公司嗰啲 sitcom 咧，就係、是、嗱傻仔諗定三條橋，啊有兩條就係用嚟傍你最後嗰條嘅，噏咗嗰兩條廢橋先，係啦，點知佢一噏佢啊老細我諗咗啦，咕佬加阿沙先決，掂唔掂啊？喂 OK 喎、啊，就咁啦，嗰三個人可能俾佢喎。我谂住你讲话阿拉光加无双嘅，我谂住你拍呢边会拍嗰边，可能老细啊、哎，好啦，做好，一出间房三个，扑街啦！我真系整咕噜只 game 啊！但系到底个 CEO 系点样可以批到呢、這个嘅企划嘅咧？真系我唔知啊！其实佢冚亲到头嘅啫。睇到啲报道咧，可能佢本身系有几个 concept， 就系话可能下一只就系另一啲喺魔界世界里边。不一定咕噜嘅，有咩惨过玩一只咕噜，玩另一只咕噜？佢话可能喺一啲新嘅角色睇翻魔界嘅世界，唔一定咕噜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即系大家都话呢一只 game 已经好明显见到《异形》制作公司个底啊，你系整唔到啊，整唔到，根本顶唔到啊！佢你唔系 massive， 你唔系其他大嘅公司去整。咁仲有就系话。呢一隻 game 都有好處㗎，見啲人實況主玩完之後咧，就話如果你想咧訓練自己的 EQ 咧，同埋你玩過2023年其中一隻最差嘅 game 咧，你可能之後咧下半年出去啲 game， 你又覺得幾好玩的，我玩到好開心，係啊，或者推動電競產品市場咯，大家如果一嘢突爆咗個 keyboard 就買個咁咯，啊，促進經濟啊，掉下曬手掣啊，係啊，促進經濟咯，我見過比 Elden Ring 更癲嘅玩法，用呢隻 game 嚟做 speed run 啊。哇！喺地雷阵度跑步啊，就你觉得你去个终点先定要炸死先咧？咁我嚟咗去翻 Elden Ring 嘅啫，不如早啲瞓啦，好唔好？我几个钟头冇打机啊！我见有人真系整咗个 RTA 嘅 record 啊！我啲喂喂我记得时咩 Game Done Quick 嗰啲咧，咪玩 RTA 咁样嘅。喂，呢只落去 RTA 真系多人捐钱喎、啊！即刻，我印象中佢好似荣登嗰啲 Metacritic 网嗰啲最低评分游戏嗰啲咁样。系啊，好似系系一点一啊嘛，哇，好捻劲啊！真系。但系呢只 game RTA 嗰个精彩程度，你 RTA 到咧系欢乐满江华级数嚟嘅，真系得嘅。呢只 Game Done Quick 用得喎。咁话啦，咪又攞第一名咯。喺差嗰方面系，系啊，劲啊，劲啊，劲啊！咁啊，呢啲战法嚟噶嘛，抢唔到第一就抢 bottom one 啊嘛。系咩嘅？我纯粹想问一问嘅问题。咪只 game 几多钱啊？唉，呢啲唔会问啦、啊。唔系，头先我哋咪讲话边个 CEO 批嘅，会唔会就系佢？阿黑超师，喂喂，你幻想嗰张相咧，指住我中用嗰张咧，喂，就要咕噜 ，Grandad 呢只 Grandad 系咯，喂，就 Grandad 系啊，几个咧开个桥，一个话喂我要做阿拉光，一个话我要做精灵嗰个战手，一个话我要做咕噜，就做咕噜咁样指住，带住阿超指住就做咕噜，系咯，哇 ，OK， 我嗰张相真系。即係嗰個 PNG 檔，我 keep 喺度有用嘅，真係。係講完啲閪嘢，講翻啲好嘢啦。咁我真係啲相攞嚟做 sticker。即係話說呢個 Mortal Kombat 咧嘅第一集就重啟啦。咁、那個故事應該就係、是、係應該講到 MK 十一嘅時候就變咗做神嘅 Liu Kang 咧就 reboot 個 universe。咁所以咧就今次可以有重啟嘅第一集啦。咁就會係新嘅宇宙線啦，同埋裏邊可能啲。內容都會再改過咁樣，可能佢今次報仇係電翻死雷電大人。誒，因為咧今次阿 Liu Kang 變咗神咧，阿空撈同埋阿雷電咧變咗佢徒弟啊，所以個新聞調轉咗啊，所以咧你講嘅可能噶，可能到時咧就係 Liu Kang 咧用火燒阿雷電咁樣噶。我一早就想報呢個手內啦，即係年輕版嘅雷電咁啊。係啦，哦，因為上一次就係阿雷電過咗啲神力俾阿 Liu Kang 等佢變咗神啊嘛，佢就話哇誒依一個站我俾你啦，咁所以今次轉世 reboot 曬成個世界咧就。本身好得意嘅，系好得意嘅，同埋佢用 MK 一嚟做成个 IP 嘅 reboot 咧，其实今次嘅 trailer 或者故事都几有趣啦。咁啊，另一样嘢咧，就想提一提大家，因为我谂啊，大王都觉得上次俾你睇过都觉得好有趣咧。佢、已经公布咗 DLC 嘅人物啦。咁啊，之前已经有传过咧，系有 Homelander 啦，都大家好兴奋啦。点知佢直接公布咧，有埋 Omni-Man。喂，梦幻对决真系 Omni-Man vs Homelander。我记得仲有 Peacemaker 喺度，好似系有 Peacemaker 喺度。喂，佢真系可以做咩？佢今日嗰两个大佬打到咁嘅款，
佢负责喺度跳舞。其实咧之前咧，帮佢跳翻拍舞伴下舞。佢有啲 DLC 人物都好劲噶啦，例如咧之前有过呢个 Rambo 大战未来战士啊，一模一样对决嚟噶嘛。系啦，所以其实咧以 Rambo 咁嘅身手都可以拆到呢一个未来战士罐头嘅话咧，咁你阿 Peacemaker 都可以打败个 Omni Man 嘅。唔系 Peacemaker 有个神奇头盔噶嘛，咁个头盔咪可以射啲嘢出嚟咯。哦，就反弹啦 ，Omni Man 咁样嗰啲嘢弹翻转头弹死 Omni Man， 唔系唔系，咁隔 game 嚟嘅，隔 game 咪可以，但系哇，真系梦幻对决 ，Homelander 对 Omni Man。佢呢个系正，佢真系知道大家会谂紧啲咩咯？呢边就即系呢啲桥啊，正哥真系要批啊！呢啲桥系咯。虽然嗰、那个格斗系统咧 ，Mortal Kombat 一般嚟讲系比起我哋成日玩开嗰啲有少少唔同啦。系啦，但系我都见其实外国人系几中意只 game 嘅，因为如果唔受欢迎嘅话，你就唔会出到咁多啦。咁啊，同埋佢个故事咧都系一种好好嘅沟味啊，即系赞美意向嘅沟味啦。咁所以想睇下佢点将一啲经典角色，因为佢其实系将第一集再 reboot 过嘅。咁啊，睇下佢系统方面啊，因为今次系统方面咧，其实都几有趣。佢变咗一个所谓商人，所谓佢叫做 cameo 嘅系统啊，即系 call 人出嚟打啊，或者点样啊，就睇下佢嗰啲 fatality 可以咁。系正。咁啊，讲开打交啊，讲多少少啦。之前嘅多重宇宙即系 multiverses 嘅即系封测咧，其实就已经公测啦，唔系封测啦，公测就已经完成咗啦。咁所以咧，其实喺 Steam 嗰度咧就下咗架嘅。咁啊，目前就未有公布嗰、那个即系正式上架日期啦。咁预计咧都系出年噶啦，未会系今年嗰度正式去上架咁样嘅。咁似乎个评价就都系唔错嘅成只 game。我自己就都好希望可以即系，我想有得玩嘅。系啦系啦，咁另。另外就讲多只 game 啦，咁啊网石就会同呢一个华纳兄弟出咗只 game 啊，就叫 DC Heroes and Villains， 咁啊就喺7月20日咧喺全球，不包括中国正式上市嘅。咁一只咩 game 咧？超年猫边边老尾走狗，我喺中国啊，使乜玩你呢咁嘅 game 啊？系咯，你见唔见个标题、啊？我哋有战狼，使乜要 Superman 啊 ？Heroes and Villains 啊，呢啲咁荼毒青少年人同成年人心态嘅 game， 梗系唔好喺呢一个中国地区上啦。啲咩文化毒药嚟噶嘛？呢啲唔系咯，即系我有和平精英玩，系咪想玩你啲嘢？佢即系抄连麦个标，我哋继续讲啊。嗱，咁啊，初时我以为 Future Fight 啲 fan 啦，原来系只转珠 game 嚟嘅，咁所以其实就可以呢个年代仲转珠？系啊。DC Hero 我唔係去 Candy Crush 嚟嘅 ，Candy Crush 嚟嘅。我以為咧係嗰啲 Facebook 廣告嘅。係啊，真係似 Facebook 廣告喎。嗰啲呃鳩人嗰啲廣告 game。係啊，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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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似呃鳩人嗰啲啊，係啊係啊係啊。喂，佢而家係咪之前有啲人真係做啲廣告呃鳩人嘅？華納真係做咗出嚟啊！又依排好興噶嘛，呃鳩人嗰啲廣告真係做咗 game 出嚟噶嘛，係咯。我但係 Facebook 喎 ，Facebook 呢個嗰啲嘢真係好似 Facebook 呃鳩人嗰啲廣告啊，真係。PND 你咗 HMV 啊嘛，咁啊都系劲嘢嚟嘅，但我觉得佢全球上市，不包括中国嗰度笑咗出嚟啫。咁啊，游戏方面就讲埋咁多先啦。咁虽然佢真系实在太多新闻，我哋都讲唔晒，讲下讲下又一粒钟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喺下边留言啦，同我哋讲下到底最近你又有啲咩即系新闻好想我哋讲下嘅，或者电影想同我哋讲下嘅，咁我哋都会即系跟贴下。哦，都有啲院友好努力贴新闻嘅，喺我出书区度。即系蓝甲虫就睇下情况点啦吓，我就未必即刻追赶入场去睇啦。到时睇下副院长会唔会同大家长谈下啦吓，即系个期望。同我觉得佢达到嘅 level 咧都预咗噶啦，咁只不过系蓝甲虫系我几中意嘅角色，咁啊到时再睇下点嘅情况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大家可以去加入翻我哋嘅 Facebook 群组啦 ，YPR 综合吹水区咧，入去倾下偈、吹下水啦。咁亦都有个 Facebook page 去 like 咗佢，咁你就会啊，即系知道我哋啲最新消息啦。咁亦都可以留意我嘅 YouTube 社群啦，或者 follow 我嘅 IG account 啦，都系做埋我 YouTube 会员啦。每个星期都有独家内容俾你收听收看嘅，咁亦都可以每个月俾多份支持我哋啦。好啦，咁啊，多谢各位收听今集节目啦，我哋下集翻嚟再见，拜拜。拜拜。